管的这位朋友呢，常常参加歌唱比赛，而且年度还六强，上了很多的节目去表演，有张惠妹接班人之称，戏剧演过青梅竹马。最想 PK 的人不是黑马，他不要。欢迎王祥如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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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哈，你青梅竹马是演什么？小洛南。好，祝你抽到高雷呀，哈，哎呦，他也很强哦，许哲伟。哦，那你要唱什么歌？张爱玲的《我该得到》。他是儿童歌唱节目中最受瞩目的童星，只有十一岁的他，可爱外表下却有着超龄的歌唱实力演出。舞台上每个肢体动作自信十足，更是充满了同龄小朋友没有的成熟。曾在《青梅竹马》中演出汪若楠一角，这次前来踢馆，他的表现绝对要让你不可思议。哲伟，你完蛋了啦！你，本来我们想说这个小胖应该，哎，不是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王小姐哈，应该就是，没想到她很棒啊，她肢体也很棒。王小姐好哦，唱得真好。